大家好，我是阿豪。这个小家伙来到这儿已经2、3天了。然后最开始的时候，医生说不建议给他打疫苗，因为怕他有应激反应。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他也在车上吐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把疫苗给他打了吧。这会儿没事儿，带小家伙出来逛一逛。刚才带他玩了一会儿，小家伙挺欢的，估计之前那个主人也不怎么带他出来玩，一直把他关在猪圈里面。这小家伙被困了这么久，也比较压抑吧。你要不给俺这个狗打疫苗？啊，行了。那这条狗怎么弄的？车碰的。我一摸，它在屋里前面，我没看见它，它能出来呀？一下卷面子，你都不承认，别管这条狗了。哎呀，谁知道它在前面屋里呀？前面。